宝贝，哇！哇，太浮夸了。小卡德要自己买东西哈，你有看到看到了在哪里？小朋友最喜欢的汽水 ，mango 的，下一个。好，这个也是现在小朋友最喜欢的 Takis 的，你要哪一个？我想要这个。你有变形了，你可以都买好不好？小气气的，你可以都买好不好？我最喜欢这个的。那个就不用了，可是你说那个是最 new 的。然后他们很大。好，你好理智哦，都不贪心。妈妈说都可以买，你都只买一个，只买一点点。哪有那么乖的小孩？都很贵呀，很多很贵，又不是花你的钱，不是花你的钱也贵啊。知道，知道哦，乖宝贝。新鲜现切水果区，哇，这样看起来就超新鲜的。哇，还有卖果汁哦，这边还有卖 burrito 哎，还有卖 taco， 收拾区有好多炸物。炸地瓜薯条哎，还有烤鸡、炸鸡。爸爸买什么？超市竟然有现做的珍珠奶茶哦。它这个是这个芭乐绿珍珠，然后它还有什么玫瑰口味奶茶、北海道奶茶，还有什么草莓奶茶加珍珠。这么奇怪。4.99一杯。好喝吗？哦，什么？你的什么脸？你的 taste so good 还是怪怪的？你的脸都怪怪的。你看底下有那个芭乐果泥，有点那个芭乐加了梅粉，酸酸然后芭乐的味道。嗯，对，调味好浓哦，好好喝哦。这边有卖花哎，你看，小塔德说不要送老师花，直接给他 Amazon 的 gift card， 这样老师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呀！爸爸来，我们在这里。好厉害！这是怎么头掉了的东西？睡觉了，睡觉了。捕获完毕。States. Blackfeet. 粉红色的，来一杯，给小桃的一个百香果的。也有粉红色珍珠的百香绿茶。黑糖蒸奶，芝美饺子，今天来吃煎饺。好吃吗？蛮好吃，我在试吃。所以第一片就觉得完蛋了，这么大包怎么花了十块？它完全没有咸味，就只是微微的辣而已。哦哦，自己加盐吧。对啊，需要沾酱，不然真的是没办法吃。可看起来好像味道很浓。对啊，不是，完全就是小小的辣而已。啊，昨天那个热狗堡的面包皮。我把它气炸锅烤个大概8分钟左右，就变成超级脆的。啊，一个呢加这个蓝莓的 cream cheese， 然后另外一个加这个鸡肉沙拉，一咸一甜，好吃。Love 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 like you do. Love 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 啊，这边售票还顺便卖 T 恤，来找空档就暖身。
好，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已经到了比赛球场。我们今天在 Eastvale 这边比赛。那今天的话呢，是三四年级一起，然后打对方的四年级左右吧。然后小陶德呢是第一次跟四年级的哥哥们在一起，他显得更加的娇小可爱了。好啦，就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比赛的情况吧。问他，对，耶。啊，太高了，太高了，三个手一个，太难了，哎呀哎呀哎呀 ，good good， 啊啊啊，吃饭吃饭，好，四年级哥哥给小陶德运球 ，good， 哎呀 ，good， 啊 ，oh yes， good， this is boom。跟四年级一起比赛，他们的不管是传球啊、运球跟偷人家的球，身体都比跟三年级打的时候激烈很多。所以呢，爸爸就在教小陶德一些动作，就是你要去防卫啊，去就是要打得更凶猛一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很好的学习经验，因为你可以就是直接跟年纪比较大的人一起学习，一起在球场上，然后挑战不一样的强度。在美国这里，很多家长都还蛮友善，就是他们也会乐于去鼓励别人的孩子，就不只是限于自己球队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整个运动的氛围是非常棒的。啊，比赛结束了，非常的激烈，就是速度之快到，妈妈看得好累啊。爸爸教练有什么话想说的？因为我们球队也算很认真练球，然后去别的比赛呢，美国这里基本上是以十岁算是一个年龄层。那当然你九岁后九岁去打十岁的话呢，当然身材差一点，有些人他们有些球员他们明显已经十岁已经快要开始进入那个青春期，那身材就是明显比人家高一个头，那看每个小孩子的发育身高发展不太一样，所以那体能上落差会非常大。对，技术有时候练得再好，你体能先天优势其实就是在那边。但是我觉得我就跟小朋友这种年纪呢特别要强调，就是说不要看结果论，也不管比赛输赢，也不看你进的球得分得多少，就你的动作和心态和对于战术的理解执行的程度，每个动作有没有做到位，不要说怕说我这个动作好像可能比较难啊，不会进球，然后你连试都不试，或是防守上然后或是要球也不敢要，紧张是很正常。就是我刚刚说 You can be nervous but don't be scared， 你怕拿到球，怕去守人家厉害的球员，如果你开始怕的话，那你就不要打了，你就直接坐板凳跟教练说不要打。但是我刚才讲说没有必要怕这件事，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开始，而且这个球员他实力技术平常我们练得那么勤劳，你紧张没有问题，你打五场比赛紧张，十场比赛紧张，你打了五十场一百场，有些 NBA 球员都还在紧张，打了一辈子篮球，但是呢会越来越习惯，会越来越习惯，所以没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人生的一个体验，就是怎么样运在高强度高压力的情况下还能够跟队友，甚至今天还是跟有一半的队是陌生的队友，他平常是跟三年级的球员练球，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那所以篮球我觉得对他来讲的意义，我有跟他说我不是要你成为职业篮球员，而是训练他在这种团队模式里面高竞争高度压力的情况下怎么样跟你的队友达到一个很好的配合，怎么样帮助这个团队，这个就是每三十秒每十五秒的一个新的考验，不断的在训练你的头脑，不断的运转去精算中，我要如何站在这个位置，这个时间点要传球，这个时间点要该投篮，这个时间点我要帮队友掩护或者卡位，每一个你稍微差了两步的距离，就是那个0.5秒到一两秒的这个差别呢，你就可以完全取决于这个进攻是成功还是失败，防守成功还是失败。这个对小朋友来从小能够让他练习这个头脑的这种高度运算，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让他长大以后碰到这些压力什么的都可以很正常心的去面对。看一下我的影子好可爱哦，我今天穿得很像啦啦队。们去看。到了美食街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找珍珠奶茶。奇怪，我们早上不才喝过吗？早上喝的是卡斯口的不算数，大头想要找好喝的。我这间珍奶店难怪生意这么好，因为它的菜单还蛮有创意的耶，除了有400次咖啡之外，它的那个冰淇淋啊雪糕那一些的卖相看起来都很不错，而且呢还有用那种棉花糖去做造型，就是有云朵的那种，看起来就好萌外。哇，他挤得好像大便好可爱，而且他鸡蛋仔还有加珍珠哦，珍珠口味的鸡蛋仔，还有呢还要加什么，还要加爆米花，
哇，好厉害哟、哦！好，这个是这个叫 Gona 的芋泥咖啡，就是什么冲400次的咖啡，韩国来的，对不对？哇，芋泥，对，上面应该是咖啡浓浆，然后下面是芋头。哦，这个芋泥就是真正的芋泥做的哦，就不是那个芋头粉香精泡出来的。然后甜度大概是半糖再稍微甜一点点，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来，哦，这个是我们的哦，好可爱哦！哇，来，小安，谢谢大球球。哇哦 ！Thank you。太浮夸了 ，Man looks good。好，重点是，请观众朋友猜一下这个价钱多少？好，在迪士尼乐园你要买一个这个东西，你觉得多少钱？在迪士尼的话，少说也要25块美金，至少可能要30。这边呢，当然这不是观光景点，只要12.99。12块没有20块都偷笑了。对对对。12块在美国只能吃到一碗汤面。对，而且我这个。那个芋泥的手打那个400次 Dalgona 咖啡只要5.99块，这跟就是跟一般珍珠奶茶的那种最便宜的珍珠奶茶也大概这个钱。Candy， 很多人都在看你，对不对？还有那个跳跳糖啊，他们这个汤匙很可爱，你叫小铲子一个爱心，然后爆米花咸咸甜甜。它的那个双麒麟，我很好奇吃起来如何？它是奶味很重的那一种。对，好。它的奶味和甜味蛮浓郁的，比麦当劳那种再浓一点，浓大概15%左右。嗯，但是质地我比较喜欢Costco会整个更丝滑，更那个，就是整个吃下去就很绵密。这个的质地比较接近麦当劳，就是一般的双起灵的质地。好啦，先买个小朋友会开心的东西犒赏一下你，打篮球好辛苦哦，很棒。好，那爸爸要去买咸的了。然后路人都一直投以羡慕的眼光，一直看我们。它这个双麒麟中间还有放很多这个巧克力碎片，你变成那个小丑了，那个嘴巴整个裂出来了。哇哇！哎，去哪？买了这么多还不够，还东看西看。哇！爸爸满载而归。我刚看一下，它有日式小火锅。韩河粉，然后再来就是韩国豆腐锅店，韩国豆腐锅店超级大排队，是，然后隔壁大华超市去直接去他们熟食部买点东西来吃。皮蛋瘦肉粥，皮蛋瘦肉粥，凉皮6.99，加完是230-240块台币的一个宜安凉皮。生煎包的部分呢，6块钱美金。哦，我突然意识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听到什么物价都是，哦，好贵哦，就是你忍不住翻成台币去算，就觉得很贵。可是在美国住久了之后呢，你听到某些物价的时候，比起自己居住的城市附近，或者是你知道有更多更贵的时候，你听到价钱就，哦，这价钱便宜哟，便宜哟。它是17块美金的烧腊三拼饭，有烧鸭。烧鸡还有这个叉烧有没有？啊，鸭腿，一整只鸡腿，一整只鸭腿，还有那个叉烧肉。我印象中以前在大华买这种便当，好像他会除了饭之外，他会给你一点素菜，对，就是便当一般快餐店的一些素菜。这次因为他是一个不会讲中文的一位工读生，就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帮我们服务，好，然后感觉并不是很知道要怎么帮大家服务，因为一般的那种大家都知道，一般三宝饭通常他不会给你。鸭腿和鸡腿，对不对？全部都是腿，通常都是鸭肉切一点，鸡肉切一点，他是直接给我整只腿，整只腿再加一堆叉烧肉，所以我个人觉得还蛮划算的啦。对，所以你怀疑是这个工读生特别偏爱你，给你两只腿。我觉得他特别知道我爱吃腿这样子，我喜欢抱大腿。豆汁跟专业的那种烧腊店比起来，稍微干了一点点，叉烧也是。没有那么嫩，就是以这个价格来说是中规中矩的。哇，你看这个多讲究，它光是酱料就有4种酱料，哇，配这个凉皮，闻到香味了。够辣，然后酱的味道也很够，微酸微甜，就是还吃起来大概有一般现做新鲜的大概80%左右的口感。那我们就赶快吃饭喽。鱼都在山里面。哇。
超像海啸的，好恐怖哦。